西门家主，树妖一族的七宝妙树皮现在何处？树妖一族丢了法宝，与西门家何干？可树妖族说的是，西门弟子夺走了法宝。这么说，东方盟主也认为法宝在西门家了？若是东方盟主需要相助寻宝，一句话的事。 西门家定然出人相助，可如果听信妖族非要给西门家泼脏水，逼西门家判出一气盟，那本家主就不客气了。西门家主，这是以背叛一气盟来威胁东方盟主。是又如何？空口无凭，难不成两位盟主要无端栽赃不成？ 这是南陵地界的树叶，其上的剑痕正是西门家落叶无边所致。就算西门家的人到过南陵，也不能证明七宝妙树皮就是西门家人所盗。可西门家人擅闯南陵边界，又该如何处置？不知西门家主能否愿意让树妖一族查上一查？如此，既可证明西门家的清白。 又可抵得擅闯南陵一事，对于两盟来说，皆是好事。你们要搜查西门家？哎，非也非也。七宝妙树皮乃树妖族的至宝，若是碰上此物的人，身上必会留有气息。如果能让树妖族的族长前来探查一番，自会真相大白。说来说去，还是要搜查西门家。 可以，只不过西门家行事一向磊落，如果这次查出是树妖一族诬陷西门家，请问东方盟主如何为西门家做主啊？你想如何？若你调查不到的话，我要对方三滴血认错。 杜山红红，娘娘有令，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黑虎之力。爱恨恩怨，一念之间，你离朕城无人可逃。红红，红红。 这七宝妙树皮啊，一旦碰触到人的肌肤，便会寄居于上，任其为主，并自动将加诸于主人身上的外力给弹回去。这些你不都知道吗？看来只能如此了。
我知道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我们不是故意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知道你是在救我。 怎么出这么多汗呢？啊，有点热。想不到这傻子还知道害羞，不知道七宝妙处皮在他身上的哪一处呢？哎，没事吧？啊，你身上好热啊！ 现在知道做任何事情，不能只靠自己，还得要集合他人之力了。哎，我怎么觉得你这话听着不像在真心夸奖呢？我这都受伤了，你还舍得打我呀？怎么不舍得打了？ 那就再打我一下。我才舍不得打你呢。以前的时候啊。 我一个人独自在这世上活了数千年，也没觉得有什么孤单的。但直到认识了你以后，我才知道思念跟牵挂一个人是什么滋味。原来有人陪着，这种感觉真的很幸福。有一件事情，我也得承认。 上次在天门关的时候，我确实害怕了。我怕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傻瓜，你这说的叫什么话呀？以后我们俩永远都不分开。 涂山红红，你要追的人不在此处，人心最不可靠。以为只有你们才有狐念之术吗？我倒要通过你的识海看一看，你们究竟还有多少阴谋。 虚空之内，需要耗尽修炼者全部的力量。若得狐族之血，黑狐将永久附身狐族。狐族，长老那三滴血。涂山红红，你永远也抓不住黑狐。不好，长老，我不行了。
东方月初、涂山和伊启蒙，你作何选择呀？杀了我。恨吧，你越恨，我的能力越强。杀了我，不然黑狐不会罢休。长老。对，杀尽这六域的人族。盟主，盟主，盟主，救我！没用的，东方月初，你不会杀我，你就等着我杀尽所有的人。月初，快杀了我！我不死，黑狐不退。若是有一天我成了涂山的罪人，你一定要杀了我。你小子答不答应？不答应。你小子答不答应？不答应。你小子到底答不答应？行了行，答应好吧，臭狐狸。好，这一剑刺得好。得谢谢你，涂山没白养你啊！你不能，你不能，以后大当家和涂山就拜托你。